走啊。走。小白，我的牙刷呢？我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，掉进马桶里了。我能不能拜托你，你不要碰我的东西，可以吗？那我再帮你捡回来。你捡回来的东西，我还怎么往嘴里摔啊？有道理。小白，你说话。喂，悠悠。那你有跟他合影吗？必须的，我过几天就回来了。哎，能不能让我在你那儿住上几天？我不想回家，免得又被催婚。不能，这几天都不行。为什么？难道你在家里藏了男人？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是公司开了一个培训嘛，然后就选上我了，让我去外地训练几天。对对对，所以就住不了了。我发现你还挺会编故事的。我也可以不编，你搬出去，把位置挪出来。没关系，我觉得你胡说八道的样子挺可爱的。哦，对了，记得帮我买个轮椅，要德国进口的。德国进口，那怎么说也得好几千呢。你不是快发工资了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自己天天在说啊，星期三要发工资了。哼，吓我一跳。好巧，顾安心，这么久不见，你还真是一点变化都没有呢。安心，你认识这个人？当然认识，我们以前可是同学。哎，你们都知道吗？这位快递员小姐就是被顾家抛弃的养女。养女？就是被学校开除的那个吗？对呀。安心，少说两句，把那总名片给我。安心。这是我朋友开的公司，你去找他，他会给你安排一份很好的工作。不用了，我现在做这个就挺好的。就拿着吧。真的不用了，谢谢。都落魄成这样了，还自视清高啊？人家心儿是看你可怜才帮你，真是有娘生没娘养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像我这种没有教养的人，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举动。你说话最好注意一点。走了，男人。对了 ，Nancy， 你男朋友的那个项目，我们公司不打算投资了。这是高层的决定，请你务必转告他。不是，心儿。顾心儿，
皮挑餐，有眼皮挑餐。你到底想做什么呀？啊！我问你到底想做什么呀？我跟你说话呢，我才是受害者，你干嘛是那个样子？你怎么了？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没什么。你杂志拿反了。我给你算个账啊，今天的责任你全权负责，修理费490。扳手30，生胶带10块，弯头20，水龙头35，水管53.23，钳子15，一共是653.23。知道了。这东西就明天再收，但是你也得帮忙，瘸着也得帮。